平台300小型车的规划和定位，这点上啊，在下期讲到海豚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展开讲。另外从南北方的分布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，去年做解析的时候我做过相关统计，纯电车型在南北方的分布是比较极端的，个别车型在南方甚至会超过 85%， 但是在元 plus 这里北方的占比达到了 31.9%， 而放眼全国只有西藏地区是零销量，青海、黑龙江、吉林等等分别是29辆、54辆和93辆，其余的全部在3位数和4位数，看来这一平台300的热泵啊，给了更多北方的消费者选择它的理由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核心的竞品，这里事先先说明一下，元 plus 2月下旬才开始正式上市，交付只是半个月的成绩，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以下的数据全部为3到5月的，相当于是一个季度的完整销量情况。目前这个价位中啊，主要的竞争对手有 iN1 和小鹏 G3， 我选取了20个核心城市来进行对比。iN 并没有受到元 plus 的销量而出现一些明显的下滑，最近几个月一直稳定在5000到8000之间，广州贡献了接近于1/3的销量，甚至还偷了比亚迪的大本营，占据了深圳的销量冠军。不过这个销量占比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网约车，当然了，元 plus 在常州等地啊也有不少的弊端销量，但是如果你论总量来说的话，跟那个 iN1 的这个弊端市场的销量还是有很大差距的，其余大多数城市元 plus 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小鹏 G3 在广州、深圳和杭州的表现还不错，其他城市呢相较于去年有明显的下滑，之前比较稳定的销量大概在5000家，而如今的话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，只有一个月2000左右的水平。按照规划来看，元 plus 将在今年大规模的出口到海外，将包括新加坡、乌拉圭、哥斯达黎加、日本、巴拉圭、柬埔寨、哥伦比亚、澳大利亚等等等等，再加上即将上市和交付的海豹，常州工厂的压力确实不小，不知道后续是否又将这个上限再度突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元 plus 的城市数据以及一些我个人的理解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